下吧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好。然后我再配一下，我先配配。咱们就是让它稳就行。嗯。材打吗？这个材料不切了，到时候那个。切啥？切小飞机吗？小飞机先不切，到时候切那个碳钢吧。弄着别弄，我先弄一下后面那艺术品。它没有那个氮气，它这个是用氧气切的，它那个效果可能不一定有那个。